点解全部加添色彩？点解白雪片刻飘过？系乜？是我没法断定，我搞错，加快醒觉，真系唔公平。点解？系乜？系咩？样样都好唔妥。点解？人人庆送歌唱。点解？民众上街烧着去玩去消费，个个非常开心，生活比佢搞到我发晒癫。点解咁？点解？细路订嘅雪球来替代订脑袋，还努力做玩具，而且冇一个人死咗。雪飘于每个窗里，令到我亦难直信。从骨子里我感到无限美丽而温暖。你睇系乜？甜蜜来回对视，石石悬挂花枝亲吻，蜡烛聚满火堆吹暖，去听故事喺火炉旁边焗栗子。点解？系乜喺度？佢哋有棵细树，好靓。谁人布置上道？用乜？电线串起灯泡，再加上小礼品，细心挂起去点缀。而家每个人面上都有笑容，系唔系啊？问大众欣喜再生，欢喜满心，我愿望成真，系乜？跟住会点？儿童甜睡美梦，但系床下冇乜鬼怪，冇鬼。唔见女妖冲出去捉拍亲了宝贝，这梦境里只有稳妥欢笑舒畅感觉。啊，系乜？怪物全部失踪，而我梦也无影踪。在这个场地，周围气氛感觉都好好，听到恐怖尖叫，而系空中让我晕。蛋糕跟软饼香气，样一到处在飘香。见到听到，奇趣为着快事转啦，从未有咁欢畅开心，填满我空虚的这心，要加满分钟，感觉未够，好满足，要加多啲，再加多啲，更加多啲。